哎，你现在就要帮我拿去外卖呗？可是我出去要很久哎。那你可以帮我拿回来，再出去啊。这么的天，这样多没谢啊！不用谢，不拿，没长手还没长脚啊，巨婴。我点下午茶，有没有一起拼的呀？啊，和你一样就好了。钱待会找你啊。算了，不吃了，就减肥。那我下单咯。你不是说不吃吗？那是不想吃，现在又想吃咯。哎，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啊？问你的时候你又不吃，我们买好了你就凑过来吃，真的好意思。那怎样，自己吃一吃，你想吃干嘛？那按你这么说，你发工资了也分我们一点呗。哎，分几次而已嘛，那么小气干嘛？要陛下做方案就做成这样。韩总，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不管我的事啊，就是他一个人做的。哎，你确定是他一个人做的？嗯，客户很满意，奖金都给你了。啊？哦，对了，君君，那个 Kiri 甜心小酪可以把它冷冻起来。啊？冷冻？冷冻的话呀，吃起来会有冰淇淋的口感。还有，奖金用你的，继续努力啊。好嘞。韩总，你怎么了？最近公司东西总是找不到，你赶紧想个办法呀。好啦，让你盘点公司资产，不是我的头发，盘点懂吗？哦，啊，你能干什么我就选谁。我再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盘点不清楚你就走人。慢走不送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贴错了，这个。这个君君又迟到，废了，不打卡的机会没有。得想想办法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！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了3个多小时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甲方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！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，就这样，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迟到了。呀，去见客户啦？是的。给我站起来！见客户也有错吗？你们几个迟到理由一模一样啊！那还不是说明您领导的好，从上到下思想一致。哎呀，别扯这些没有用的。下午开会的资料打印好了没有？打印好了。你的办事效率啥时候这么高了？好马配好鞍。哦，嘿，这打印机还挺好用的，看起来小小的一只，还挺全能扛打的。算了算了，看在你安利这么好的打印机份上，不跟你计较了。好的，那具体细节呢，就是这些了哈。赶紧撤回呀，我在投屏啊。哎，这人怎么一到点就下班呢？不到点下班不是从早退了吗？我都还没走呢你就走了？难不成你要送我回家啊？那你不能每天卡着点走啊。你每天就给我发8个小时工资，我到点不走，留在这儿给你守墓啊。迟到1分钟你就扣我500，我加班1分钟也没见你奖我500啊！年轻人，目光放长远一点，是跟是福嘛？你得这样，给我点股份，公司不倒我不倒，我是公司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办。我每个月给你发工资，你加班怎么了？明明上班就能做完的事情，您偏偏要加班去做，您说您到底是勤奋呢，还是无能呢？公司给你提供就业岗位，给你发工资，你这样对公司能做到问心无愧吗？你一个月给我3500，我干你3个人的活，你好意思说？那别说话。您给我的这点工资，确实能够让我在摸鱼的时候毫无愧疚感，这才叫做问心无愧。今天把合同过一下。嗯，对不起啊，我迟到。先把伞收了。哦哦，嗯，打电话给我干嘛嘛？都跟谁在那里搞那个电话按按响吗？要不你去帮我拿快递吧。怎么不自己去呢？自己拿快递？那有好事，陈总还想着我们呢。先坐下。你那傻缺领导是不是又为难你了？你先出去吧。
谁在那里搞那个电话暗暗响吗？哦，这个破班真是一天都不想上，不如自己去创业，正好陈总给了个好路。刚买的山竹，试一下。领导，你这买多少钱？这个啊，40一斤，买了10斤，400块钱呢。领导，我喜欢吃这山竹皮，要不你卖给我吧？山竹皮，这玩意能吃？可以的，你看多少钱？不算你一半吧，20一斤吧。可以，20一斤，这里一共是10斤，那皮算5斤，就是20×5等于100。来。哎，那你帮我把皮都洗出来吧，我现在就要。现在就要？嗯，我哪里吃了那么多呢？那要不然这样吧，山竹肉也一起卖给我。行吧。那刚刚山竹是1斤40，皮是1斤20，剩下的肉也是1斤20喽。那刚刚皮我买了5斤，剩下的肉也是5斤，那就再给你100，刚刚好。你想放屁呀、啊？音乐声这么大，如果我卡在前面，应该不会被我发现吧？哎，又来了。在放炮呢，你一个两个就行了，你放这么多谁受得了啊？就是啊。哎，你看看周总，下去捡个笔被你屁崩成啥样了都。来，你看。周总要看世界杯，我让你准备点吃的，你这准备的是啥？拉链、芒果和榴莲啊，吃起来方便。你是不是当周董傻？这玩意怎么吃？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，就是图个开心，你管我怎么吃。我就是怕周总晚上吃多了不消化嘛！啊，你看看你这个是什么呀？热量都这么高，你让周总怎么吃啊？嗯，这热量是写在袋子上面的，说明是袋子热量高，把袋子拆掉就能吃。哇哦！你把周总的冰棍吃了，周总吃什么呀？喂，你好。哎，我在你们家垫了个肉酱披萨哈，你给我发来是个面饼，肉酱呢？你确定你拿的是披萨，不是烧饼？我没点烧饼，喂，烧饼和披萨长啥样，我能分不清吗？我是饿了，我不是傻了呀。请你把披萨的盖盖上。盖盖 ？Surprise 啊！然后把你的手放在盖子上面。放盖上，小伙子，你逗我玩呢？咱们承认自己错误有这么难吗？你听我。哎呀，不是的，人这一生啊，非常的漫长啊，是不是？大不了咱们不退了，再难做人这块就长长实实的。下面，然后翻过来。放上面，放这个怎么着？你当我是傻？傻，真是。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啥问题，去吧啊。感谢您的来电，祝您用餐愉快。哎，好。Over.